听到的礼貌，你是被看吗？还没讲，还没讲这个礼貌。我礼物现在还没讲恐怖，来讲高人呢。注意啊！你们那边都打到金白的了吗？没必要，来了，跟老板来啊！我们那边变，前面还有。白的吗？这样好，是啊，真的好呀，金白的哦，红红的。而且去捡的时候，他不一定是捡的，他不会做，反正有个小白的，那就没有啊，啊，杀到，我们是比较慢，我们是最好看的一场。这个队啊，反正这个队啊，排第一嘛。你们赢了，你们排第一啊。已经排第一了。知道。然后我们过，过你们一个坏了，我过得了，我再排第三嘛。我要14号卡，对到对，要第五胜，这个两个好了。再见了，不必要来打，我今天是要找你打的，你这个名义头头，不用你叫我来打，对吧？我是不想打，他们要上我，他们就要上我，快点努力，你是被看，你知道吗？我怎么样讲啊？我知道，因为我放你的名字，我放你的名字，他讲的是你是我手的，他不给我看。我可是我自己，我奇怪，我不是你啊。我手的，我手应该看到了。就是奇怪的一点。建议他用专业镜头，听不到，真的听不到。我是暗的。他忘了收钱了，放了。不了，要机会叫啊，要机会叫他吗？八零了，啊，八零八了，你惨了。啊，那边，好在那里在那里啊，在这边叫，在这边求，你惨了，哇，多少钱？一个月两千，给你叫不正常。你看他们名字大大大大的以后，不要了，两个徒弟那边我准备前面哦。你看你是教练，你不教，然后我再去教，那就好了。
分两班了，分分啊，一二三，一二三年第四期了，四五六。Thank you.